Hello， 我係 Paper Henry Paper， 我係香港本地嘅 caricature 畫家。我係由2016年開始正式從事 caricature 工作嘅。我本身係從事平面設計嘅工作啦。咁我係冇正式學過畫畫嘅，其實。咁我平日畫啲咩？咁就係可能係啲線條啊、抽象啊、或者靜物啊咁樣。但我係完全唔畫生勾勾嘅，即係我唔畫人啊、動物嘅。個原因係我根本就有好嚴重嘅面盲症，我係完全認唔到人，我亦都分辨唔到個人嘅特徵。咁變咗，如果我畫出嚟嘅時候，就會覺得好唔自然啦、好怪啦。咁跟住我就自然就好抗拒，同埋跟住就不如唔畫啦，放棄啦咁樣。咁但係去到2013年嘅時候咧，突然間我遇到一個小妹妹。佢係好中意畫動漫嘅，咁對於人嘅五官啦、身體嘅比例啦，所以都好熟悉。咁當時咧有五個大人喺度，咁佢就好簡單就攞支筆，跟住就好急幾筆嘅咋，佢就已經畫咗我哋幾個人個樣子出嚟。咁跟住佢遞支筆俾我，我心諗哎賴嘢啦，咁我點咧？我唔識畫人噶嘛。咁跟住我就求其喺張紙度畫咗幾隻低好低能嘅貓公仔啦。咁件事完咗咯，但係我翻到屋企我就成個人好挫敗。我覺得，唉，點解畫咗十幾廿年畫啦，算啦，哇，點解畫成咁樣啫？覺得成地都碎曬嘅玻璃心。咁我覺得，點樣可以更加進步呢，或者我怎樣再可以跳上去呢？於是我就想可以學些我最不擅長的東西，就是畫人啦。咁我就上網去找一些相關的課程，咁啱就俾我見到有 caricature 的 course。咁佢個簡介係寫唔需要任何經驗，咁就喂啱我喎。咁跟住我就冇抱任何期望底下就去上堂。咁上堂的時候，其中一個環節咧就是要畫對方面對面。我一坐低畫的時候，我突然間嗰下，我突然間見到好似望到曬對方的所有特徵啊，即係五官啊，所有認得曬。我就覺得好神奇呢件事，所以我就繼續去玩 caricature。caricature 如果喺中文嚟講，其實冇一個好正統嘅譯名。咁台灣佢譯得比較好咧，就係叫做誇張肖像漫畫；日本咧就叫做爆笑似顏繪；咁香港咧其實都係有少少跟日本就叫似顏繪，但係似顏繪呢個 term 即係其實實際係只係代表一啲肖像畫啦，或者卡通漫畫啦。咁所以好多時大家都共用同一個名嘅時候咧，其實係分唔到究竟係唔係 caricature。Caricature 其實是一個很獨特的畫系列，它有很深厚和很長遠的歷史背景，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是1590年的意大利。很多藝術大師其實都有畫過 Caricature， 或者是由 Caricature 啟發到他們一些很獨特的作品，例如畢加索、莫奈這樣。咁我哋香港為人比較熟悉啲 caricature 係咩呢？就係美國嗰邊嘅政治漫畫。咁嗰邊盛行完一輪之後咧，其實由美國嗰邊傳去日本，再由日本咧傳去東南亞各個地方啦。咁所以近年咧東南亞好多地方咧都比較普及啦，同埋發展得幾好嘅。Caricature 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協會的，換言之是它是有大家共同的理念和一些基準，如果不符合那些準則的話，其實是稱不上 Caricature。 Caricature 它的重要的東西是它要有一個象徵度和它要有誇張成分。如果你是沒有誇張成分，很象徵或者很象徵但是不誇張，其實都是不可以稱為 caricature。 那 caricature 我們做的時候是要觀察對方的五官，留意他的特徵和比例，然後我們要再重新去建構，重新去配置，再去形成擺放在面裡面。所以其實它是
除了相似度要高之外，還會加上那個人本身的五官的特徵，可以突出他的特質或者性格。 Cam Capture 另一個他很主要的就是他很講求這個獨特性和獨創性，即是如果簡單來說，就是如果你說同一個人或者同一張面，你不會說它相同的，你一定會說它不同，會分到兩張是有分別的。即如果例如有兩個很近似的人，你畫到它會撞樣的，其實如果是 Cam Capture 的範疇來說，這個是一個很失敗的情況。所以 Cam Capture 你可以說它是沒有框之餘，也都要求很高的一個畫種，所以對於藝術家來說是很有挑戰性和很有趣味性。我們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呢，其實是出去擺市集。出去擺市集，例如是去商場啦、去戶外啦，或者去主題公園呢，其實都是會有試過的。個好處是呢，客人經過的時候，他可以直接望到我們的產品，即是很實在地、很具體地望到啦，並且是可以即場看到我即時去畫畫的過程，從而加深他們的印象，即是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還有他們的信心會大一點，即是你這麼短時間都可以畫到我這樣。另外我們一個營運方式就是去接一些 event 啦，那個 event 例如是生日啦、公司宴會啊、wedding 啊，即是婚宴啊之類，其實都很需要去營造一些很開心的氣氛給大家。當我們在職場畫的時候呢，其實跟個賓客可以一起有一個很開心的互動啦，帶動整個氣氛呢都會好愉快啊，好興奮啊，即係唔會悶。咁同時間個賓客佢會有張畫留念喎，咁其實即係大家都開心啦咁樣。又或者我哋會同啲藝術機構合作啦，去舉辦一啲工作坊。咁個好處係我可以比較有系統咁樣俾人認識 caricature 係啲咩，同時間可以同啲人有一啲比較深入嘅交流。另一個方式咧，我哋係會擺一些作品去網上平台啦，咁發布多啲咁俾人哋睇，咁就喺網上面接單。 Cam Capture 係令我有好多嘅人性嘅體會啊，或者係令我見到畫畫有好多好深層嘅意義係我意想不到。咁例如最近有一個例子係，我接到一個客人，他想畫一張畫給他家人，那張是九個人的全家福，但是當中呢有一些對象呢是已經過身了，所以其實他們的相片不多，有其中一位呢，他甚至他的相片只是得證件上面的黑白相，即是模糊得很重要。還有一隻是個客可能三年前的狗仔，即所有相其實都是很少，一個量很少啦。我所以花了很多很多時間去對照、去參照，這張那張，我交了很久，花很多時間，但我知道個意義其實是很深的。咁好好彩啦，咁佢個家人收到張畫之後很開心，佢覺得好似之外，佢就將張畫擺咗喺個廳度，跟住佢話可以日對夜對啊，好開心。咁我覺得好深刻，係我感受到嗰張畫嘅重量。我記得我第一次去擺市集嘅時候咧，就有一位客人啦，佢就話全家福嘅四個人，咁有兩個小朋友，咁其中最細嗰位小朋友咧就係手抱嘅啫咁樣。咁畫完啦，咁跟住就冇回事咯，但隔咗一啲時間之後咧，跟住嗰位爸爸就再落單。佢落單就淨係畫佢兩位小朋友。佢啲相翻嚟嘅時候咧，我見到最細嗰位小朋友咧已經出牙仔啦，同埋見到佢已經識行識走咁。咁跟住啊，大個咗咯喎，咁啊都好開心啦咁。咁完咗咯喎，咁
但係我估唔到，再過多咗一啲日子之後咧，爸爸又嚟再落單喎，都係嗰兩個小朋友。今次個小朋友咧就，我覺得哇大過咗好多喎。咁跟住我對照翻啊，好我唔正式，我唔係正式認識佢哋啦，但係我好似望到佢哋成長之餘，我都好似睇緊自己嘅成長，因為我睇翻自己一路幫佢哋畫嘅時候，我都會對照翻我以前畫過啲咩，我都覺得，喂，大家都一齊有成長喎，呢件事我覺得好好得意啊！咁幾年前咧，我喺一間畫店度幫手，咁當時咧就有一位客人咧，佢就畫咗兩張畫，一張咧就係俾佢自己啦，另外一張就係送俾朋友，咁。當時嘅喺畫店度幫手嘅時候咧，佢係唔容許員工去簽名，但係我唔知乜情況底下，我就幫咗佢朋友嗰張畫咧，就簽咗個名。咁冇件事啦，咁唔記得咗啦，又係咁。咁但係我後屘就好快就離開咗間畫店，我就冇再幫手啦，就自己出嚟做畫畫啦。咁原來呢位客人咧，佢有過後再有翻翻嚟嗰間畫店想揾翻我，但係佢已經揾唔到啦。咁佢就揾咗佢朋友嗰張畫上面嗰一個唯一嘅簽名，跟住就喺網上面花咗唔知幾多嘅時間，就係憑嗰個簽名去揾翻我。咁聯絡翻之後咧，咁佢話俾我聽，其實佢淨係想我喺佢自己嗰張畫度補翻一個簽名。跟住我都，我受寵若驚啊！呢件事真係冇諗過咁睇得咁重啊！咁跟住我哋再見面嘅時候啦，咁佢就小心翼翼咁攞住個框拆翻張畫出嚟，拆翻張畫出嚟嘅時候遞俾我。我一揸住嗰張紙，發黃嘅，即個背面已經係發曬黃啦，摸落去仲係有啲硬啊、脆啊咁。即其實佢係將張畫一直都係擺喺一個當眼處，佢唔係收喺籠底啫，咁樣摺埋咁樣收埋，佢唔係，佢真係又擺出嚟。咁跟住我就翻翻轉張畫，跟住又幫佢簽翻個名啦。咁但係跟住我就好唔好意思咁同佢講個話，我真的沒辦法幫你補回個日期，因為我真的不記得了。Carry Capture 在香港其實是不算普及的，所以如果你想去進心自己，你一定要去看多些外國 artist 的作品。但是你去網上瀏覽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你是看到個作品，但是看不到它流程，又或者其實你很少會跟他們交接或者去互相交流。咁近年韓國咧嘅 carry capture 嘅發展其實係好神速嘅，咁佢哋都會有一啲 carry capture artist 嘅協會啦，咁佢哋每一年都會舉辦一啲交流會，咁咁啱俾我知道咗喎，咁跟住就約埋幾個朋友咁一齊就膽粗粗咁去玩下啦，去睇下嘢學下嘢，咁去到嘅時候咧，除咗係有好多韓國嘅本土嘅 artist 啦。亦都有嚟自日本、台灣同埋馬來西亞 artist 咧，都一齊混雜住喺嗰度。咁變咗我可以係同時間可以睇到唔同地方佢哋對於 carry capture 嘅一啲取態啦，佢哋用唔同嘅物料啦、唔同嘅手法啦去畫 carry capture， 變咗係嗰個突然間可以。好開闊啊！睇嘢哇，眼光好好多，即係突然間哇，好新奇啊！成件事，同埋外國嘅 artist 咧，其實佢哋好樂意去一齊交流，因為大家都好明白 carry capture 呢樣嘢係好獨特嘅，即係你個腦嘅嘢同我個腦嘅嘢係大家係唔可以互相抄襲嘅，即係我抄唔到你，你抄唔到我，咁但係唯獨是係大家互相交流啦。互相分享啦，反而是可以令到大家都有一個啟發，從而可以更加去進步或者更加跳得更加遠。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文化或者呢個思維對我嚟講係覺得，好有意思啊！成件事，韓國佢交流另外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咧，就係
除了話好多啲大師喺嗰度之外，其實仲有好多係啲初學者，而初學者其實好多係甚至係啲上咗年紀嘅阿豬媽，或者中年婦人啊，甚至有啲係白頭髮嘅婆婆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啊！因為佢哋嘅眼光嘅開闊同埋接受能力咧，我諗喺香港嘅青年人身上都未必見得到，所以我嗰下我覺得好感動。我喺2019年係第一次去參加呢個韓國嘅藝術家協會嘅交流會。好好彩地，我攞到個限時淘汰賽嘅冠軍啦。咁跟住再喺2020年咧，我就再參加多一次，咁就今次就亦都好幸運地可以攞到全場嘅色彩大獎第三名，係。이연승과연달성할것인가？자한국그리고일본그리고홍콩다독적으로모여진결승진출자리각국가의명예를걸고결승전에지금임하고계시오여러분들뜨거운성원을모아서작가분들응원을해주시기바랍니다畫咧，其實係佢係有嗰個重量，其實係好難去替代。但係咧，我於香港人咧，佢嘅生活環境係比較狹窄啦，大家都不停就話我要斷捨離啊，斷捨離啊。咁所以你好難當佢要保存一張畫或者放一張畫出嚟，佢會變得好多嘅顧慮。我應該放邊好啦？會唔會太大張啦？咁他們會考慮很多因素的時候，那調回轉了，那不如我們可以想想怎樣將畫畫這件事去代入了生活，或者融入了生活的地方，可以用得著的。那所以我們就想想個方向是，可能是放在一些時扣度啊、電話殼啊、cushion啊上面啊，那用得之餘又看得，那就是兩全其美，算是算是符合到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會做一啲關於寵物嘅一啲畫啦。咁寵物我哋又有兩個方向嘅，一個方向就係比較象徵啲。咁象徵啲就大家都會覺得好得意啊咁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就係我哋會做一啲比較概念式或者係設計味比較重的一些 design 味，即係型格少少嘅 design， 咁就可以有一個不同的變化俾人哋去選取啦，或者選擇啦。咁呢啲我哋就會將佢都同樣可能擺石扣啦、磁石貼啊、貼紙啊或者 folder 上面，其實大家都可以又開心之餘又可以用得著。Capture 俾我學到嘅，其實除咗係技巧之外啦，係我其實中間係包含咗好多哲理，係可以令到我更加進步，或者令到我個人變得可以更加好。咁例如就係睇藝術呢樣嘢啦，藝術其實最中心嘅目的其實係要真實咁樣面對你自己，亦都係好誠實你自己，並且去呈現你自己眼入面嘅真實。呢個係好中心的思想嚟嘅，其實如果你想去推動一件事，但是你靠人哋嘅讚美，哇！讚你好啊，跟住好開心，我繼續畫。咁其實呢一個係某程度上，我覺得係好病態或者係好唔健康嘅情況嚟嘅。所以你為咗去取悦人而去走嗰個方向嘅話，你某程度上你係抹殺咗去面對自己的一些真實。
Carry Capture 其實畫畫嘅過程嘅時候係會個挑戰性好大，你會成日有好多自我嘅審查，因為會直接要嘅同對象去交涉噶，咁中間就會成日有啲聲音就係話啊，不如收下手啦，不如唔好咁誇張啦，不如唔好咁誠實啦咁。咁當呢對話出現嘅時候，某程度上我係要去好直接咁樣面對自己嘅一啲恐懼。當我面對恐懼嘅時候，同時係可以認清同埋更加認識我自己本身個人嘅一啲特質或者弱點。我覺得呢件事係除咗令我更加清晰自己之外啦，我亦都可以更加去堅持我要釐清點樣可以更加誠實咁樣去完成我手頭上嘅工作，從而確立我自己嘅一啲自我價值。Carry Capture 俾我體會到咧，人對於自己唔熟悉或者唔認識嘅嘢咧，其實首先就會出現一啲比較負面嘅情緒嚟。呢個係冇辦法改變嘅事實嚟，所以你只可以選擇點樣去面對或者用咩嘅取態去創作。咁如果我啦，我係抱住一個心態，我想個世界好，所以我畫嘅時候，其實某程度上我會喺個對象入面，我會加咗好多祝福啦。在中間入面，咁呢個係我能力範圍以內，咁同埋何樂而不為呢？咁另外就係、Carry Capture 佢因為要首先我哋就要學變化呢樣嘢，所以某程度上佢令我體會或者學識咗咩叫變通。咁如果你所有嘢其實都係不斷喺度變，咁你要去。你不可以什麼都迎合它，但是你要去怎樣、因著這一樣變化而去、用適當的事情去解決、所有東西都是變幻的，其實沒有東西是停止的，你就算你很簡單這個疫情，你沒有個疫情，難道個世界不變嗎？時刻都在變，只是你不察覺而已。所以你只要學懂如何去變通的話，其實所有東西都可以迎刃而解。